车上，他们两个是苏格兰人，我们就在那个钢区上面找到那个 share ride。Anyway， 他们两个还蛮可爱的哦，才23岁。Hannah Montana 歌。拜托，是他们的 favorite。Good。他们还在车前插了苏格兰的国旗耶，非常爱国的背包客。我们到了，今天天气非常的不好，我们一到就增加多了一个小时呢，我们整个少一个小时在这边。今天天气不是很好，所以整个感觉这个海很 depressing 哦。海边最大的禁忌就是天气不好。我们在那个 Byron Bay， 据说呢，啊。OK，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疯，整个像疯子一样。海边太需要天气好的时候来了，很漂亮哦，海水是蓝色的，水绿蓝色的。天气变好之后也漂亮太多了吧？自制三明治，看起来有点恶心。原来这里是有名的那个拜伦湾哎，我刚查才知道，就是。前几年好像排名世界第三、澳洲第一的海滩，然后这边也是那个 surfing 的圣地，冲浪。这边一个，它有名就是它是澳洲最东边。刚我们是在澳洲最东部，最不是最东边的那个。天色现在变得很好，是不是？对，像公婆一样。我们这趟旅程的最后一个晚餐，非常的丰盛，是我们花费最高的一餐。Cheers！ 黑啤酒，这一家真好。Day break, and then after day, as the sun starts, you don't see the sun, but you see it through the clouds. And when you see the sun, it's not as warm. Today is the last day. The last day of our journey. We're going to Gold Coast 的海岸线上有很多海滩，所以 Bill 决定再带我们去。路上一一的拜访。Let's go. It's Bendy Day. We're at Broad Beach. Another beach, but looks the same. Yeah, 我们到了 Mermaid Beach， 就是那个美人鱼海滩，什么都没有，都没有人在。We are in which beach? Birdie Hands. Yeah. 这边又比较不一样一点，就是它有一个小小的这个东西。哈哈哈哈哈！就是大家可以来这边吃个午餐之类的，最后一餐，对，黄金海岸的最后一餐 ，fish and chips， 非常应景的东西 ，burning hands， 听说是小的 Byron Bay， 就应该还不错吧，虽然看起来都通透。OK， 就是 Go Coast 的最后一个 point 啦，就是这里了，再过去就是那个。不同的州了，对，这是最后一个地方啦。那里风景非常的美，而且那个颜色超美的，威斯的海岸真的太美了 ，incredible。来澳洲的人一定要来哦。在旅程的最后一站遇到 Bill 真的是太幸运了，谢谢你 Bill， 救命！假期结束了，要回到现实里面去了，好好赚钱哦。这一路上遇到非常多的贵人。给我太幸运了，哇！谢谢你们大家。
敬酒，用力的过着精彩的人生吧。